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时间真的过得很快，咻一下，各位，八月已经结束，各位已经是九月四号。其实立豪有时候一直想一想，我一些投信朋友跟法人跟我所讲的话，他说立豪，你在电视上不能讲得太准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你讲得太准，人家以为你在糊弄啊，那觉得是你会不会在骗？那第二，他说你又不能讲得太烂。我说为什么不能讲得太烂？因为他说讲得太烂也没人要听啊，对不对？那我说那怎么讲？他说啊，你要讲到模棱两可。各位，这句话这些事情啊，是我在要进入投顾界之后认识了一些朋友，这些朋友跟我讲的。那时候就很遥远以前，我就跟他讲一句话，我说因为社会上就是有你们这样的人，社会才不会进步，台湾才不会进步。所以我为什么在这段时间我一直强调一个观念，我们不要造假，不要作弊，不要欺骗，不要吹牛。在股市里面需要一股清流，那立豪我希望我就当那个真的好，真的开国的功臣。我们不要造假，不要作弊，不要欺骗，不要吹牛嘛，对不对？哪有人说什么哎，讲得太好也不行，讲得太烂也不行啊，讲到模棱两可就可以，莫名其妙。难怪台湾的股市真的没有救了，真的。我今天各位在礼拜一的今天，我要送给全国投资者们一档股票，好不好？各位连续两天你就来拿就对了，不要问为什么，因为你问的越多你赚不到钱。各位，这档股票验证是最大的诚信，好，我到时候会验证给你看，好不好？手机号码中两号马上来电 ,013578,013578, 一定要有，绝对要有，好不好？9月6号差不多要动了，好不好？你扫一下 LINE@ 或者留下电话号码都可以 ,013578, 中两号马上来电。结果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这立豪在电视上齁，说实在的，我看了很多很多很多投资朋友们，那很多投资朋友们有打过电话到公司来，一直问着说，老师啊，那现在已经迈入九月份啊，九月份到底可不可以做啊，九月到年底对不对，还有将近三个月，如果到农历年还有五个月，那我到底怎么办？各位想这么多干什么？你想这么多干什么？你进入股市最重要就是要赚钱嘛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既然你想赚大钱，困难度交给陈立豪，其他的你不要想太多。因为我告诉你，你今天想的越多，你在股市里面真的赚不到钱。各位，你看看，你回想一下，验证是最大的诚信。你记不记得我每一档股票，当我带你进的时候跟我带你出的时候，我是不是都打在车标上？我不是叫你们都拍照存证吗？我常常跟你说，给你十秒钟的时间，你去拍照存证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现在拿出来的资料，只要你们能对得到，我有造假作弊，我就退出股市，好不好？各位，你看看哦，我为什么刚才讲说时间过得很快？八月份有没有？当初八月份立豪跟你讲什么？迈入八月份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讲，台湾的股市会上下震荡，要来回做价差，有没有？各位，我们先来验证一下。你不要管说我们赚了多少钱，或者是说你不要管说赚的价差多少钱，你就尽量做你的验证就好，好不好？那各位，我来看一看八月份到现在到底我们做了什么股票啊，这些股票到底这价差创造多少的绩效，好不好？你看一下。那各位验证完毕之后，你不要忘记哦，那个侧标上这档股票你一定要有哦，好不好？你的手机号码出现013578，一定要打来呢。好，各位，你记不记得八月份？各位，八月十号以前哦，八月十号以前，因为当初我在做一些资料的时候，我们把那些资料我弄不见了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们这些资料。那这些资料里面既然不见了，我不能造假作弊啊。那我们就从八月十四号开始，哈，你注意看，各位，验证是最大的诚信。
各位，你注意看看这些股票。我为什么跟你讲说股票真的不要多？我的股票其实各位一整年大概就15档股票而已。那15档股票来回去做价差，第一个，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？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跟着陈立豪？因为你15档的股票，我每天在研究它的筹码，我在计算它的筹码。各位，你觉得呢？它会差到哪里去吗？那我要做多，我要放空，都在我们的掌控之间呢，你知道吗？各位，你看，你看，这里面四星一次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刚跟你讲过，你不要管我赚多少钱，我只是跟你讲说，我们做过哪些股票，你就看看，你算一算有几档就好，那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创造这么大的利润。各位，你看那个四星 KY， 我们到现在已经创造出快将近25000块的价差呢，吓死人了，25000块的价差呢，吓死人了呢。各位，你看四星这是不是做一次？是不是做一次？8月14号做一次，赚140。那各位，四星是不是做两次？你看这边又做一次，赚135。好，各位你再看，这边又开始，你看啊，四星这边是不是又做一次，赚了一个500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8月17号又做一次。那各位你再看看，来8月24号，你看有没有？又做四星，放空四星也能赚钱呢，又赚90块。再放空一次又赚130，有没有？好，各位你看，那你看8月28号也是一样啊。你看当冲四星，当冲也有在做，你看当冲四星也赚65块，有没有？那各位你看，当冲四星做两次也又赚65块，这两次都是赚65块哦。那各位你看，8月28号买四星，结果赚170块，有没有看到？各位，股票要多吗？不用多啊。你看我8月份就做几次了。那各位你再看，你再看。那我们再看，除了那个四星 KY 之外，各位你看，8月14号我们做技嘉，你看做一次，做技嘉做两次，有做多也有做空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获利的价差我都写在这里。那各位你再看，你看这边是不是技嘉又做一次，有没有？你看8月18又做一次，又赚31块。啊，各位你看这边技嘉，你看放空技嘉8月24号赚18块。各位，反买技嘉那天拉涨停，有没有？又赚27块，有没有？结果再放空，你看又赚15块，各位看到没有？有没有看到？那股票要多吗？股票不要多啊！啊，我讲到现在，对不对？你看我才讲两只股票，各位你看，那8月28号也是一样啊。8月28当冲技嘉赚20块，买技嘉也赚34块，有没有？那各位，你看我股票要多吗？我刚才讲到现在就是四星跟技嘉，那各位我们再看智元好吧？你看智元做几次？你看8月份，各位智元做一次有没有？8月14号买智元赚77块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，各位你看看，这边又有一次智元，你看8月18又智元，又赚28块，有没有？啊，各位看这边，这边没有，你看这边有没有？有啊，看8月29号智元。买智元又赚23块，放空智元又赚13块。各位，我要跟你讲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股票不要多，我做股票就这几档股票而已，赚翻了，赚到爆了。所以我一直跟你说过，各位，做股票真的，如果你是每天像一些投顾老师，整天看到那个涨停板就在讲涨停板了，那整天哪一只股票强就讲哪一只。各位，我跟你讲，你永远追不完呢、啊，你永远追不完，因为为什么？台湾的肋骨轮动太快了，台湾的肋骨轮动太快了，因为台湾的资金就那一套而已啊。那各位说实在的，股票真的不要多，好不好？那你跟着立豪一起打江山。刚刚我跟你讲那些股票，你看我们来回做价差呢，不得了哎，赚翻了，好不好？那各位，验证是最大的诚信。手机号码中两号马上来电013578，好吧？各位一定要有，绝对要有。9月6号差不多要动了，真的。各位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讲？各位，你注意看哦，我为什么送你股票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来拿，你知道吗？我举4档股票给你看，好不好？你注意看。各位，你记不记得那时候端午节的大礼有没有？端午节的大礼你记不记得？6月21号，先讲5月12号，那母亲节大礼有没有？当初5月12号我送给你母亲节大礼，我不是跟你讲高利吗？啊，结果各位，我送给你的时候，我电视上还在讲，有没有？而且我还给你看我的印证，我会员所传的，有没有？他说老师啊，
这档股票是什么？有没有母亲节大礼？我就讲说，就是8996的那个高利啊。那各位，我其实哦，我送出去的时候，结果一路飙，你知道吗？5月12号送给你们，到了5月26号涨了58块，有没有？那各位，当初啊，如果你真的买了，你10张就58万了呢，啊，100张就580万了，对不对？那各位，那我送给你的股票你要不要？你一定要啊！而且我是连送2次呢，一次母亲节的时候送，一次在端午节的时候又送一次。结果每次送给你的时候，就开始要起涨的时候，要开始飙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各位，那这一档股票9月6号要动了呢，对不对？全市场都知道，我送股票的时候一定不会在高点送股票，我送的股票一定是人家不要的时候当垃圾，那已经被人家卖到 不能再卖的股票，我就会送给你，因为他筹码又要回来，再轮着要做了。所以我刚才跟你讲的类股轮动很重要。好，各位你再看，来，最近我们不是一直在做技嘉跟智源吗？各位你知道技嘉我们最近做了一次哦，买的最漂亮的一次是什么时候？7月14号。7月份的时候，各位你看，当初7月14号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买技嘉，那时候我讲285到287买要放中长线，放长期的，我特别强调，各位，结果你知道吗？7月14号开始上车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是不是7月14号开始上车？各位，到了7月25号，飙到380，哎，各位，285到287买哦。飙到380，赚了94块。我当初不是送给你们吗？你忘记了吗？啊，我当初不是送给你，我送技嘉送了3次，哎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我都送在人家起涨的时候。那各位，那这档股票要不要？013578，你要不要？一定要啊，对不对？哎喂，在这档股票也是开始在起涨了。那当初7月14号送给你一次放中长线，哎，各位，你如果买到。10张是94万呢，100张是940万呢，对不对？啊，各位，你看8月4号我又送你一次，8月4号我又送你一次，我说没有故事，没有废话，就是要动的，筹码稳定压不住了，一定要有30%强势反弹，你有相信吗？啊，各位，结果8月4号，你看，我又带我会员买，我特别那时候特别强调，尤其是2376的技嘉跟世新。好，我们的股票有机会被 MSCI 选为成分股，有没有？结果开始飙了。我那时候送给你们，你们都不相信。哎，各位，我还特别讲288到291买，288到291，那时候都还没开盘呢，7:40几分，7:48分呢。各位，结果我送出去之后，有打电话进来要的，各位不得了了，赚翻了。你看，涨到8月8号，到8月8号，技嘉涨了64块。我当初就说8月4号，我说买回世新，买回技嘉，你有相信吗？有没有？哎，各位，我不会骗人啊，因为方走过必留下痕迹啊。我跟你所讲的事情都一定会发生的，真的。那各位，你看，你如果买10张，再买10张，是赚了64万，100张640万。哎，各位，第一次送给你是赚94块呢，第二次送给你是赚64块呢。啊，那各位。那我送了股票要不要？我送了股票你要不要？一定要啊！所以各位，验证是最大的诚信，好不好？手机号码中2号013578，马上来电，一定要有，绝对要有。9月6号差不多要动了。哎，我讲到这个地方，你听得懂还听不懂啊？啊，那各位，如果说你要说老师啊，我不想这么复杂啦，啊，老师啊，送那个股票。我也不知道是到底什么时候买啊？那各位，那这样最好了，这样最好了。那你一通电话，我就可以帮到你。所以各位，跟着利好，安心放心又开心。一通电话，我帮得到你，好不好？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全市场都知道我做多也可以，有放空也可以。刚刚我拿给你看那几档股票，我不是都做多可以，放空也可以吗？你看，各位，我们再来印证一下，验证是最大的诚信，验证是最大的诚信。你看，各位，你看。有做多的有没有？有做多的也有放空的，也有当冲的，通通都有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各位你看，这也是做多的了，对不对？这做多的，好，各位。那这边你看，哦，有做多的，有放空的，哦，有反买的，哦，再放空，放空，放空，有没有？那各位你看，这边也有玩当冲啊，也有啊，玩当冲也有，做买的也有，
当冲啊，放做买的啊，放空有没有？阿哥，你看到了吗？一个真正厉害的老师，不要管趋势盘，趋势盘太好做了。各位，如果是趋势盘，遇到趋势盘很好做，那一路上涨的股票，一路上涨的，那谁都会讲，那没有意思啊。听得懂吗？那个瞎猫碰到死耗子。一个真正厉害的老师，要真的要了解整个趋势，他到底是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样？你要懂得去做空，你要懂得去做多，你要懂得去做回补，听得懂意思吗？而且你更要懂得当冲。所以各位，我一直给你强调，股票如果你遇到一档股票，你买到之后就一路闭着眼睛就一路飙的，那个叫瞎猫碰到死耗子啊，你也不大可能抱到尾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是心理的障碍，听得懂？心理的障碍，除了大股东，他没办法随便卖股票，他可以这样从底部抱到上面啊，搞不好不能卖，又从上面又杀回来，听得吗？那各位，台湾做股票，你要懂得真的要来龙去脉，要懂得进，要懂得出。啊，懂得出的时候要懂得怎么开始，先放空。像我上个礼拜不是跟你讲吗？我们不是做多又放空，来回做有没有？你记不记得8月30号那一天呢、啊？我不是跟你讲很清楚吗？一些股票做多又放空，做买进四星啊，赚了170块，又放空四星又赚钱，有没有？啊，技嘉买进又赚了43.5块，结果放空又赚了15块，有没有？还有智源买进之后赚23块，放空又赚13块，有没有？所以你要懂得来龙去脉啊！所以各位，如果你不会做，你就跟着利好，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也帮得到你啊！好，各位，那我刚刚跟你讲了，像高利送给你开始狂飙，送给你技嘉第一次飙了94块，送了第二次飙了64块。各位再看智源，我当初送给你的时候是在7月18号，各位注意看，我也有带会员买哦，7月18号。当初我叫会员买310到315，各位，你敢买吗？你如果没有我带，你敢买吗？各位，当初我在电视上就讲过了，勇气、霸气、行动力。各位，结果呢？从7月18号一路飙到7月24号，各位一个礼拜，各位飙到400块，赚了93块，你记不记得？赚了93块。你买10张就好，赚93万，100张930万，各位有没有？那各位，我带你进有没有带你出？有啊，你看我的会员很清楚，凡走过必留下痕迹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不会欺骗，不会吹牛。你看，各位，7月24号，你看我带会员，会员注意，3035的智源395到400，早上有放空的人，放空啊。对，我不但带你进的哦，对不对？出掉之后还兼放空，因为我刚刚跟你讲过我的观念呢、啊，我都已经告诉你我的观念，我这个人做股票很灵活的，非常灵活，所以为什么上海复旦大学要颁发客座教授聘书给陈立豪？因为我不会像其他投顾老师呆呆的，知道吗？我会非常灵活，所以各位要成为我的会员哦。第一个，你一定要，我希望你要有融资券户，好不好？那如果你没有融资券户，你现股当冲也可以，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会玩无本金的游戏。什么叫无本金的游戏？就是当冲嘛，当天就搞定了 ，day trade，day trade 听得懂吗？当天搞定。那你如果要 overnight 也 OK 了，买着摆个过夜嘛，买 overnight 啊，好不好？哇，一流的。所以各位真的，你看我怎么带进带出？你看那赚钱之后，你看这个赚93块之后，我在电视上有没有讲？有啊，我在电视上我就带你出。你看7月24号，我不是讲过了吗？7月18买智源就赚93块，有没有？我不是带出吗？当初高利刚刚不是跟你讲过，你看也赚钱吗？结果你看了、哦、各位，我出掉之后还去放空，有没有看到？你看我出掉之后还去放空还赚钱，结果放空之后各位还赚90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一路杀一路杀，杀了好几天呢，厉害吧？不但厉害，是超级厉害。所以各位真的，
做股票它真的没有很难啊，难在你的心里面。那各位你看，最近做了一次，最近做了一次，那时候八月份有没有？八月十四号，我八月十四号讲台股跌两百，那天跌298点，收盘跌208点嘛。我说跌的时候你做了什么？我们那时候不是买回世新又赚钱，买回技嘉又赚钱，买回智源又赚钱吗？那各位，你看哦，八月十四号杀盘的时候，八月十五号买回的时候连飙两天，那时候各位智源又涨了涨到368到370，又赚77块。你看，你光看智源就好，各位真的，你看那个智源，我刚刚不是跟你讲做几次吗？有没有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对不对？做几次？这里面赚了93块，对啊，放空又赚90块啊，结果各位再买进又赚77块，有没有？这有时候都是做一些中长线的，你要懂得来龙去脉。我跟你说过，我不喜欢去造假欺骗作弊啊，事实胜于雄辩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那各位，你看最近8月11号有没有？上个月送的有一档股票有没有？华福也是啊，当初送给你的时候有没有115啊？115在起涨的时候啊，结果各位飙到156.5，赚了41块、42块，有没有？我在电视上不是跟你讲过了吗？送大家的股票有没有？所以各位真的，你要懂得利好的用心。我送股票都送在人家不要当垃圾的时候，已经杀到不能再杀，筹码稳定，量缩价稳的时候。所以一些法人很讨厌陈立豪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比他准太多了，很准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这时代，他们又恨又喜欢又恨。就像我一个投信朋友的爸爸妈妈只参加我的会员呢，他说他儿子讲的他都不相信，结果他帮我介绍很多的很多的会员呢。所以各位真的。验证是最大的诚信，手机号码中2号013578，一定要有，绝对要有，9月6号要动了，好不好？各位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赶快打电话，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。还在看吗？333轻松付专案，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你还在看吗？333轻松付专案，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轻松付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，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救命！特工队，叫叫陈波华！救命！救命！救我的女儿！叫！大声呼救！叫！打电话求救！伸！无限延伸救援力！抛！把漂浮物抛给溺水的人！滑！能用大型浮具快速滑向溺水者！叫叫声抛滑！救溺无步！救力无波！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。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结果，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有打电话了吗？如果没有打电话，等一下再打哈。那立豪其实在股市这么久了，35年多了，快36年。我20岁就开始
大概接触这个股市，从期货外汇开始做，然后一直到现在，我们看了也很多的这些三大法人主力大户，我们看了太多了，真的。那各位他们在玩什么把戏，我们也很清楚。但是我希望股市要有一股清流，就像利好一样，我们不要去造假，不要去作弊，不要去欺骗，也不要去吹牛，好不好？我们实实在在。那这一档股票，各位一定要有。你就算别的老师股票你不拿，这个我很少在礼拜一送股票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很少。但是各位，他差不多要动了，不送不行了。所以各位，验证是最大的诚信，好不好？马上来电，手机号码中两号013578，一定要有，绝对要有。九月六号差不多要动了哦，各位，不管你扫 line at 或者打电话都 OK， 好不好？各位，祝你们操作顺利哦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你还在看吗？333轻松富专案，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你还在看吗？333轻松富专案，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轻松富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相信从顶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33668511-3366鼎业投顾。帮您避开投资陷阱，制胜关键。鼎业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。鼎业投顾02-8511-3366。当股市千变万化，当操盘千头万绪，当机会千载难逢。即日起用1000元体验轰天雷一个月，就送轰动市场操盘秘籍及上课券。千言万语，这次只要1000元哦，请拨02-2365-3255。新增刺青的过马路大赛正式开始。选手们能安全抵达终点吗？出现了，马路上出现违规大魔王。为停让行人，警察开单举发。车辆没有停让行人会罚钱，致人重伤或死亡应负刑事责任，加重其刑1/2，还会吊销驾照哦。过马路不能滑手机哦。行经路口要停让，你我安全有保障。